不可多得的远景，让林子轩绅士看涨。左边代表龙边，龙边要一定要动，你看到没有？有五条金龙，代表你外地的男人缘是不得了的好。有机会你到日本、加拿大、中国大陆去晃一晃，那边追求的男生有没有？就像五条龙一样，一直缠绕。